今天吃的这个是小胖快跑他家的果仁车轮面包，它这里边的果仁含量高达45%，有核桃，然后还有大枣和红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呢是三种口味哈，有抹茶的、南瓜的，还有这个粗粮的。这款车轮面包它是全麦面粉制作的，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。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，就是你回家你开袋即食，或者是你上锅里加热一下都可以。现在呢，这款面包它是有活动的，你拍8袋赠你2袋，就是一共发10袋。然后还有一款，就还有一个选项是你拍16袋，一共发20袋。